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这几堂课一起学习雪如风仪。我们学完这个课，我们进一步学习李炳南老师的《论语讲要》。我们对他老人家越了解，对我们深入《论语讲要》有直接的帮助。我们越了解，越恭敬，越感恩他老人家。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这几堂课也是能亲人无限好。下一句，得日进过日生。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回想回想我们这几堂课学习到李老哪些人格特质哪些求学的态度哪些处世的涵养，可以学到很多。我们观察到了我们体会到了我们进一步要效法他老人家。所以我自己有没有感觉得日进了？效法我们就一定会有提升。这几个礼拜在处世在人接物当中有没有突然有老人家的身影浮现出来？那就是这几堂课起作用咯。好，所以这一个纪录片呢，真的值得大家多看几遍。能拍摄的这么精要这背后不少人的心血成就了，都是得来不易。好，我们接着上一节课今天进入下一段影片教鞭的故事，有请。教鞭的故事。雪公晚年，在台中联社第一届论语讲习班授课期间，曾因学生不懂古淡二字为何意，因此感慨自己已有岁数而学生不够用功。论语班的学员们听后深感惭愧，在下次学宫上课前，班长率领全体学员拿着教鞭跪在讲堂前，恳请学宫今后严加教诲。没想到老人家拿起教鞭说，学生学不会是老师之过，这鞭子我拿回去打自己。课堂上全体学生无不泪流满面，惭愧万分。雪公常说，为学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90多岁了，尚且天天读书求学，大家应常精进，今日比昨日更充实，这就是进步。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当中这个教鞭，这个教鞭现在放在李炳南老师纪念馆在台中联社
也欢迎大家能够到台湾去看看我们这些老师祖师啊走过的足迹，感受啊他们教化的功德力量，作为啊我们这一生教学啊弘法立身的榜样目标。啊，我们看到在一次的教学当中啊，学生不知道古淡二字，这是指良辰啊。当时李炳南老师啊，感慨自己已有岁数啊，而学生不够用功啊。李老有诗写道：“谨重太殷勤，臣无见寸阴。”教导学生，启发学生的善根智慧啊，非常的殷勤努力啊，臣无见寸阴，就没有一刻休息。几人长夜醒，不复转轮心呢？啊，李老这是呕心沥血在教学。哎，几个学生知道他的苦心呢？啊，真学的学生呢，老师心里啊很明白啊，当师长老人家学了一年多啊，哎，出家的缘成熟了，要北上出家啊，李老师啊亲自送师长到火车站了啊，你看老人家流着眼泪了。一个肯学的学生要离开啊，老师啊很难过啊。啊，师长啊看到这个情境啊，暗暗告诉自己啊，我一定再回来啊，我来跟老师学满十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我们要去体会到李老的心呢，啊，不能辜负他的教导，啊，到97岁了还在教学，啊，师长老人家到94岁了还在教学，啊，尤其我们看老人家，啊，93、94岁。讲话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啊都比较没有气力了。教学60多年了，啊，甚至于是60、70岁的时候，一天还讲8、9个小时，啊，到后面85岁专弘《无量寿经汇集本》，一天还讲4个小时。我们有机会清净了，不只是讲经的4个小时，还有接待客人，都是来请法的、请教的，啊，甚至于，啊，我们学生吃完饭，有人请问问题，老人家都知道，都已经是超过85岁的高龄，都是这样的。
在珍惜呀、啊、与学生与众生的缘分。所以谨重太殷勤嘛，诚无见寸阴嘛。几人长夜行，不复转轮心，不能辜负善知识。所谓掏心掏肺的教导，我们要让善知识啊觉得他们的教学呀、啊，是值得的，没有白费的。他们现在呀、啊、都在极乐世界，啊，我们一起呀、啊，啊，珍惜他们教诲的心，啊，现在把他们的光盘也好，视频，甚至于是录音带。李炳南老师留的影像比较少，录音带啊还有不少。哦，在座假如有山东人啊，哦，那你们有责任，你们听李老元婴授课啊，没有障碍啊，可以多把他老人家的资料整理出来。更重要的，把他的教导会发扬光大。他们在极乐世界都会放光啊，加持我。我们要配合他们的一代实教啊，现在都属于啊李炳南老师还有师长教化的正法时期啊。跟着他们学习的学生都还在、啊、他们的这些教学的资料都还在、啊、我们好好学、啊、配合他们的一代实教，利益更多更广更久的众生，这是我们当弟子的责任啊。那我们要效法他们教学的心境啊，目前当目其心呢、啊。啊，我们要做老师的知己呀、啊，知音呢、啊，他们的言语行为，我们都。一看一听呢，能感受到，这变成知己了。哦，我们看到老人家拿起教鞭呢，学生学不会，老师之过，这鞭子我拿回去打自己。他老人家在一切境缘呢，能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好，那拉回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在面对学生，面对孩子，面对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能不能像他老人家一样，反求诸己呀？这一念心是至诚之心。你看学生呢，被他这一份至诚感动了，无不泪流满面，惭愧万分。雪公常说啊，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真是如此啊。老人家以身作则来表法，
我90多岁了，尚且天天读书、求学。我们要知道啊，大善之士啊，他是来应化的。应化呢，就是应我们众生的机缘。所以他所讲、他所做啊，都是为了成就我，为了带动我啊。所以这一段话讲给我听了，我假如珍惜他老人家的教化了，我从今天开始啊，要天天读书啊。假如我从今天开始没有天天读书，那这句话还是没有入我的心。读经、听经啊，最重要的是入心，才能真正利益到自己呀。我们不能听经听多了，变成喜欢听经了，不喜欢力行了，不喜欢改习气了，不行了。今天下了课，我们列一列，哪一些是我们要效法吕炳南老师的？列好了，每天看，看看自己呀、效法了几条了，这叫真正习缘啊。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我们现在有因缘了，善根是什么？能听懂老人家在说什么。福德呢，听懂了之后肯去做，这有福的人呢，一做哪怕一条就得福了。哇，从今天开始天天读书啊，必是有福之人。天天读变化气质，读着读着心量扩宽了，量大福就大了。每天跟佛菩萨圣贤人交朋友，所以李导说，大家因常精进，今日比昨日更充实，这就是进步啊。论语当中子贡勉励我们，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学过的要复习，没学过的天天要读书学习，每一天不空过，勿使一秒钟空过，这是精进的。勿使一句话空说，讲的每一句啊，自利利他，讲的每一句话是落实大学之道。每一句都是善相劝，德皆见了，这个明德慢慢恢复了。有缘的人也因为我们这份道义啊，得到了及时的护念，这个叫清明。所以大学之道、菩萨道啊，没有离开我们的每一天，讲得更细啊，没有离开我们的一言一行啊。不兴事语，要在争论。一开口啊，没有闲话，更没有是非，都是和言爱语，劝喻策进。
都是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好，当然啊、哦，要供养大众的时候啊，敏锐一点，啊，要随缘顺势而为，啊，不要一开口啊，就让人家感觉在给人家讲道理，啊，给人家有压力，呵呵，顺势而为，娓娓道来，啊，像讲故事一样，像唠嗑一样。不要一讲就很严肃，人家连菜都不敢夹了，茶都不敢喝了、要有一种敏锐度、感受到别人的接受度。所以和言爱语，柔和直指，是柔软、不要我告诉大家、一言一行都是落实菩萨道，都是为众开法藏，结果搞得现在 吃饭气氛都很紧张，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大家也什么都没听，这个都得用心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影片。正其街季厚轩21载。正其街9号是雪公在台中居住了21年的寓所。雪公为之取名为季厚轩。陋室的主人有着诗人丰沛的情感，更有侠客壮烈的胆识，仁人君子的操守，以及菩萨的智慧与悲怆。不论阴晴寒暑，总有许多人来此叩门，为心中的障碍与烦恼寻求排解的门路。良师亦择地而居，正气的光芒永远坚定地闪烁在主人蓝灰色的眸子里，他静静地听你诉说心中的苦难，缓缓地告诉你世间的无常。他的眼神，他的话语，他的态度，就像一股清流，直灌你的心田，涤荡你的胸臆。雪公居家作息十分规律，物有定位，食有定量，习服简约之间不失体面，舒适饮水，一盏清茶在手，即觉万分享受，太过瘾。季厚轩的佛堂只有1.75平，是雪公早晚做功课的地方。雪公来台后，专弘净土念佛法门。雪公说：“我们薄地凡夫，能以当生成就。”这种便宜无处找了，大家要真正勤修身口意三业，并以信愿持名力行念佛法门。客厅只有3.88平，是雪公会客接见莲友弟子，也是藏书及用餐的地方。雪公卧室也只有3.88平。旧轩的一床、一桌、一椅，就是老人家起居的天地。这是侍者郑胜阳居士在卧室小心翼翼为雪公剃发。雪公有无奴诗：独坐青毡四壁书，三千世界乃无奴。偶尔无心，常脚手，不知何处是邻居。西元1985年，台中佛诞节游行，雪公伫立街头，频频向莲友致意。雪公身为大学教授，满腹经纶，
北人南下，长山飘逸，绝树有神，耳清目明，深入怀中，走入人群，教导众生，让学问与生活密切结合，身体力行书本与文字上的美德。言教所至，身教先知的雪公，人欲是带法的高僧，雪公则常告诫学生，男女之间要利弊积嫌，以防非止乱。吾若有一丝不端，这席戒衣就上不了身。我们看这一段，正气戒纪欧二十一载，这个佛菩萨加持啊，佛菩萨安排啊，老人家住的地方叫做正气街呀、啊，所以学生啊还没进到门就进了正气街了啊，提起正念，正念现前，邪念污染不上。二十一这个数字啊，密宗里面呢是代表圆满。所以住了二十一年，这其中啊，我们当弟子的要懂得去观察。这二十一年呢也是圆满的教化。再来，纪欧轩取这个名字有没有意义啊？欧是水泡啊，佛门有一个比喻啊，我们本来是大海啊，结果这个大海呢起了一个小水泡，我们就执着啊，这个水泡是我，其实我们本来是大海，结果现在执着这个身是我，只有一个小水泡的作用而已了。你看大海多宽广，它的 能源有多大，结果我们搞成把自己当一个小水泡了，所以不能把这个臭皮囊当自己啊，不能把这个房子就是所住的地方啊，就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家，我这个就是我的天地而已了。众生是我。我们看这一段叙述里面，李老的房子很小啊，你看三千世界乃吾庐啊。他这个教化是给虚空法界做表法，他把虚空法界的众生呢放在心上，时时以自己的身教言教来供养众生，供养有缘的人呢。所以这个纪欧啊，也是时时提醒自己啊，不能执着这个身是我，不能只执着这个住的地方是我家，我们假如跟着阿弥陀佛学习啊，那虚空法界就是我们的家。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善知识连取个自己家的名字都在点化我们，
这一份苦心呢，我们要体会到。那这个房子的主人呢，有着诗人丰沛的情感，有情有义呀。我们要不要学啊？无情不能修道，太冷漠了，都不关心亲戚朋友，这个修不了道。有人就说了，不能搞情子啊，会轮回啊。情子啊，是什么？是控制，是占有。不是教我们没有情义啊。那有情义，但是不能挂碍。你很关心他，他不能理解，你不要担忧，不要难过。尽心尽力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尽了力了，但是我这一生呢，不能跟我自己往生的大事开玩笑。我还在牵挂哪个人？哪件事啊，我就出不了轮回了。要有情义啊，更有侠客壮烈的胆识。所以修行人要有胆识啊，智人勇啊，要有勇气啊，勇于承担呢，直下承担呢，不逃避，不退缩，敦伦敬奋，这是我的五伦本分，再难我也不退缩。有侠客的胆识，有胆子，有勇气，但是呢，也要有见识。人情世理啊，要越来越积累，越来越懂得应对进退，不然呢，有胆呢，最后变成无理啊，最后变成添乱，这不行了。要有胆，又要有见识，人人君子的操守。人人为人考虑，念念为人着想，要有菩萨的智慧与悲惭，要悲智双运，不能只有慈悲没有理智，没有智慧，这样不行。这样越帮会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要有观音的慈悲，也要有文殊菩萨的智慧。这个老人家的人格特质我们都要效仿。下面讲到了，无论阴晴寒暑，总有许多人来此叩门，为心中的障碍与烦恼寻求排解的门路。而他老人家住在正气界，正气的光芒永远坚定闪烁在主人蓝灰色的眸子里。我们听完这一段呢，自己想想，亲戚朋友啊，心中有障碍烦恼的时候啊，会不会找自己啊？会不会？那为什么学生都会去找李老师啊？他真能设身处地啊，替他们排忧解难。大家有没有人家曾经去请问过你？
结果呢，你跟人家讲了一句话呢，下次人家不找你。啊，这个要不要总结总结就业呢？啊，我们一讲就大道理压人家了。人家哦，下次不来了。啊，你不是讲的人家哦，要讲的人家流眼泪，感动啊！哎呀，你真是讲到我心里去了。设身处地，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时岂可从啊？哪怕你是提醒他的问题啊，工人之恶，勿太严呐、啊，不要太苛刻了，要施其堪受。这菩萨的悲肠很柔软。那老人家的眼神呢、啊？我们要不要学习呀、啊？眼神透着对佛菩萨的信心，啊，对力行佛法的坚定，啊，眼神当中啊又有慈悲，又柔软，又善解人意。啊，今天呢，下了课呢，自己照照镜子，啊，尤其呢，照着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眼睛啊，透出了什么？哎，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啊，有时候看看李老的照片，看看老和尚的照片，效法他们的眼神，当然了，相由。心生，眼神也是从心透出来的。所以片子里提到啊，静静听我们诉说啊心中的苦难，然后缓缓呢告诉我们世间的无常啊。啊，他的眼神，他的话语，他的态度，就像一股清流，直灌你的心田，啊，涤荡你的胸臆。啊，这些话我们纳在心上。哎，我们每一次啊，听老法师讲经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听得痛哭流涕呀、啊！哇，老人家讲得真清楚，啊，老人家真理解我们，啊，我们用十分恭敬的心听老人家讲的每一句话，就好像亲自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知道，时空是假的。用白法明门论呢，它是不相应行法，它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把时间空间看真了，它就会让我们形成分别执着，形成障。所以孟子没有这个障碍，他直接跟孔子学，学的最好，亚圣。藕益大师跟莲池大师学，莲池大师不在了，他没有受时空的限制，他学习成为晋中九祖啊。莲池大师是八祖，学得非常像。我们也要去体会到老人家讲法，为什么能像一股清流啊，流入。听者的心田，尤其啊，让我们看得破，放得下，让我们拓宽心量，
让我们懂得世事是好事啊，都是来成就自己的，顺利皆佳境，恶善贤良缘，处逆境随恶缘，无惩慧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老和尚这两句法语啊，有没有直贯自己的心田呢？啊，涤荡我们的胸襟啊，感觉什么？事事是好事啊，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啊、业障尽消呢，福慧全现的、啊。大家希不希望业障尽消，福慧全现？希望啊、哦。那要从此刻开始啊，把这两句法语提起来了啊，提起来啊，就过上了日日是好日的日子啊，脸上的忧愁就没有了啊。我现在看大家脸上还是有不少忧愁啊，所以老和尚这两句话是法语，要按时服药。要把这个法药吃下去啊，药到病除。好，那学功啊，一言一行都是我们的学处，真的，他们都是真心的流露。为谁表演？为我表演的。他们都是生生世世随逐于我，心无暂舍，都在我身边呢。佛菩萨是法界身呢，遍一切处，一有机会就启发我的善根。他们居家作息十分规律，来表演给我看的，物有定位，因为这一生要往生了，心要有戒定的功夫啊。现在每天生活就常常手忙脚乱了、啊。临终能往生吗？欧阳修先生曾经请教一位高僧啊，以前的读书人呢很难得啊，会常常啊走半天的路、一天的路啊，去请教山上的高僧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好好去请教。欧阳修先生就问，他说好像以前的人呢，临终的时候啊，心都很定，现在的人的功夫好像差一大截。欧阳修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高僧回答，古人念念在静定，他很安详安静，很有定力。古人念念在静定，临终安得乱呢、啊？今人念念在善乱，临终安得定啊？好，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请问呢，静定要在哪里练呢？
要在生活中啊，处事待人中啊，所以生活要规律啊，才不会乱啊。啊，物有自观福有定位，物乱顿自污秽。房间很乱呢、啊，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也定不下来。哦，包含没有固定的地方，一找不到了，又很紧急啊，哇，那整个心呢、啊，非常的急躁、紧张，细胞啊死了不少啊，啊，结果一紧张啊，火气又上来，还骂人。火烧功德林、哦、所以这个物有定位啊，跟留住功德有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练书法把心静下来，一笔不苟啊，一心不乱啊，写一笔是修自己的静定，讲每句话也要修静定啊。每个生活习惯都是帮助自己静定啊。戒定慧三学，这是佛49年的核心啊。因戒得定，因定才能发慧啊。所以讲话也是念静定哦。不能越讲越快啊！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啊！讲话快的人改了没有啊？不止没有改，还对着人家说：“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么快。”台阶要别人给我们下，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哦，啊，在讲这句话以前呢，要反思啊，我没有真正下功夫啊，啊，不然就要在一举一动当中，啊，以经典为标准来改正自己啊。好，时有定量啊，李老师是中医师啊，他都是以身作则哦。好，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哦，也是有提到这个部分啊。啊，李老师言教所至啊，身教先知。啊、真的跟孔老夫子一样、啊、闻善必躬亲行之，他听到古圣先贤佛菩萨好的教诲、啊、孔子都是自己先做到，李老也是这样，然后导之，然后来引导我们，我们一听心服口服、啊、他老人家都做到了啊、我们现在面对学生，面对孩子讲话他不是很听啊、哎、我们还得想起教鞭的故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可能我们的身教先知啊，力道还不够，不然呢、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做到啊，亲戚朋友自然会感受到，会感动。好，那李老也是教《黄帝内经》的，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时盈有节呀、啊。”所以时有定量，吃七分饱就好了。尤其晚上吃的饱啊，太饱了，睡觉啊不容易入睡。
好像有说法，晚餐吃太饱啊，则一天寿命啊。吃饭也是道场啊，对饮食勿拣择啊，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贪吃啊，食自可，勿过则啊。啊，何处是道场啊？处处是道场啊！面对饭菜，就是我们的境界啊，六根接触六尘。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能吃得起贪心，吃太饱了。假如这几天有吃太饱啊，要期许自己，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学颜回，不恶过，吃撑了一次了，不要再撑第二次了。习服简约之间，不失体面。你看，这个学的是活活泼泼的。我观察有同修啊，本来穿得挺体面的啊，一学佛了，以前的衣服都不穿了，都穿什么？居士服。去参加人家的宴会也穿个居士服，让人家看得很怪，非得穿的呢，你一出现的时候，人家说哦，那个学佛的来了，那个学传统文化的来了，让你的朋友一看就有点害怕，学了传统文化。以前买的那些衣服都不能穿大家注意哦，一举一动啊，不要让人家误会，不要让人家害怕，这个叫感同身受的能力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老和尚有一次在机场，有同修在机场遇到师父啊，哇，很激动啊，马上跪下去拜，给老和尚磕头顶礼。老和尚他一起来，老和尚以后在机场别拜。老人家的言语啊，也是很柔和的。像我们在旁边啊护法啊，对这些信众啊，都要柔和。他们看到老和尚激动了，这很正常啊。他的慧命是老和尚救的啊。老和尚就像他的再生父母一样啊，他激动是正常的。我们在旁边不要力气很大的把他拉开哦，会吓到他的。老人家很柔软，下次别拜哈，笑笑的讲。因为这个机场大众们还没学佛啊，一看哇，看到出家人还得跪下来，他有点不敢学佛啊。哎呦，这个大庭广众我也不敢拜啊。我们造成别人啊不敢学佛啊，那就很可能给人家受障碍了。你看师长老人家的心法我们学到没有？都会考虑到我们的所做的会不会造成别人的误会或者负担。学佛啊，是心去做佛，不是外面这些相。好，不失体面，他随时能敏锐感受到大众，
对自己一言一行的感受。哎，穿得体面，人家觉得，你很重视我的宴会。哦，你上台去在大学讲课了，你看老师很盛装来给我们授课，学生一看就认真听了。你今天随随便便穿个 T 恤上课，人家也随随便便听了。舒适饮水，一盏清茶在手，即觉万分享受，太过瘾呀。少欲知足啊，专求白法，每天看书啊。那我们对照对照，我们喝一杯清茶有没有感觉太过瘾啊？太享受了。这个都是在给我们展现什么？以苦为师啊，生活的享用越来越少。这样啊，物质啊就困不住我们了。我们的享用太多啊，每天还得伤脑筋去安排，时间精力啊都会花在上面。我有时候看到有朋友在那里，哎，今天去哪吃啊？看半天了，这个刚好有一对夫妻，这个从马来西亚，我们就是同事了，那很巧疫情期间呢，他们夫妻飞到英国，结果一飞飞不回来，陪了我五个月的时间给我帮了很多忙他们每天催着我讲课不能中断我一讲话他们的录音笔就递过来练得我不敢讲废话结果很巧他们夫妻呢，这个太太不会煮饭。后来去了之后我们三个人要隔离逼得他非煮饭不可。这个佛菩萨安排该练我们什么能力什么能力不足佛菩萨安排练我们。飞了万里之远还得练功夫。那他很用心学我们汉学院的大厨亲自教他你肯学了佛菩萨都派人来教安排得很周到结果他很用心有时候就从厨房走出来对陈德说法师你今天想吃什么我想了一下说你问这个问题比我讲课还要难呢。很伤我的脑筋。我说你煮什么都好。记得有几年的时间佛菩萨加持安排我住在家里。又读书又教书。有好几年的时间。真的很重要那几年让我在这个静缘当中体恤父母的心，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现在回头看看这几年真的是自己教学的基础。我们没有恢复父子有亲，我们没有在家里敦伦敬奋，
我们出来弘法讲的东西是从我们的真心里面领悟里面讲出来的吗？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到位啊。哦，那这样讲讲学危险哦。为什么？讲是一种状态啊，心理状态又是另外一种啊，甚至于讲着讲着都讲给别人了，自己没有真正毫无保留的去尽孝，毫无保留的去敦伦尽分，那这样讲学跟自己的家庭生活啊，会变成两截哦，那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佛菩萨都会安排我们的因缘知所先后，一定要先把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排在前面，把这个基础啊要扎好。啊，当时候记得在家啊，我母亲有时候会问好吃吗，啊，我还没有回答，他说哎呀算了不要问你了，你每次都说好吃啊，那当然了，妈妈是啊，妈妈的爱心煮的家常菜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哦，而且我在家里啊，都是最后包底的，啊，最后的剩菜啊，都是我把它清掉的，就会觉得什么都好吃。这生活啊，就从这些境界练知足，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个苦不是要生活的很痛苦啊，不是那个意思啊，生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淡，这个也不是刻意的啊，人的精神生活啊越来越提升，物质自然下降啊，就像阿罗汉呢，七天吃一餐啊，他心很清净啊，没有什么耗能量啊。啊，毗湿佛啊，十五天吃一餐。啊，所以这个物质啊的享用，会随着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提升，自然慢慢减少。啊，有些人学到向上了，哎，我一天就吃一餐，啊，结果那一餐都吃得太饱。最后胃都吃出问题来哦，所以不要学到向上去啊，最好慢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啊，不能学到啊好胜，打肿脸充胖子，那个就变骗自己了啊。那我们看啊，寂欧仙的佛堂不大。1.75平而已啊，所以我们的福报都很大哦，我们可能那客厅都挺大的，早晚做功课的地方啊，李老有说过啊，睡觉时间不够啊，定课都不断，提醒自己啊，不能啊。哎，今天一天不做没关系啊，慢慢慢慢定课就没了，很重要啊。定课一断了，烦恼就越来越多了。一做定课啊，佛菩萨一加持啊，心地会比较清净了。而且要把做定课当中
这种静定的功夫啊，用在工作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把这个功夫要延伸到一切处，不能是读经的时候专心，其他的时候心就散乱，这样功夫练不成。学宫穿红净土念佛法门，末法时期啊，异义人修行，罕义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雪光这个话很恳切，我们是薄地凡夫啊，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要断见思烦恼不大可能，出不去了，问题没解决啊，死生四大不是开玩笑哦。能以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来修行吗？这种便宜无处找啦。用老法师的话，我们中了佛门的第一特奖啊！哎，我看大家的表情不像中第一特奖的样子。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啊！哎呀，中了第一特奖啊！行超普贤登彼岸啊！真的觉得中了第一特奖啊，会很珍惜啊！所以要珍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是一日啊！珍惜具体呢，大家要真正勤修身口意三业，叫持戒念佛。持戒的目的得清净心呢，身口意都很散乱呢，这个心就定不下来。以严净身口意三业为持戒，并以信愿持名力行念佛法门，真心切愿啊，归心似箭啊，净土为归。世间一切人事物都不留恋了，留恋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这样才是真心切愿要往生啊！真性切愿，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客厅只有3.88平，是雪宫会客接见莲友弟子藏书及用餐的地方。这个客厅是神教古人啊，取一本书来就向古人学习了。客厅啊，是度众生的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新建水月道场。大家看到这一段呢，有没有起个念头啊？我也想立众啊，但是我又没有李老的智慧啊。有没有人起这样的念头啊？起这样的念头啊，代表我们的个性常常会没有信心，常常会预设立场。哎呀，不可能这样啊，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我们怎么立众啊？照样可以立众啊。他来了，哎，你听他一讲话，哎呀，净空老和尚啊，有一段8分钟的开示，很针对你这个问题，你放给他看嘛。啊，现在啊，这个网际网络很方便了，哦，但是大家要留心了，师长很多重要的开示，你要把它存起来。啊，哪一类的开示啊，归档，家庭问题的，把它归起来。哎，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专辑网站整理的很好，大家可以参考。啊，它归纳成差不多10大类，你放给他看。我们讲什么？我们现身说法。啊，老和尚这一段我怎么做的？哎，我供养他。如说修行真供养啊，不一定说哦，我要满腹经纶，我才可以给人家法供养。现身说法最能感动人。所以我们要介绍别人听哪一段，我们自己得听懂，得下功夫，就能面对亲戚朋友啊，娓娓道来了。好，我们再看呢，下一段讲到啊，民国74年，老人家往生前一年，96岁了哦，台中佛诞节游行，雪公啊伫立街头，频频向莲友致意，抓住每个机会点。今天是佛诞日啊，啊，大家最终要庆祝什么？庆祝这一生能闻佛法，要提醒自己不要辜负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老人家已经8000次来了，啊，我辜负他老人家7999次了，这一次不能再辜负了。有没有看到老人家为诸宿类做不请之友，主动跟众生结法？好，大家看这个照片，多么的和蔼可亲呢、啊！哦，很可能这些游行的人看到老人家的笑容啊，可能那一段时间呢、啊，这个笑容都会浮现起来，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这都是在摄受众生。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啊，长衫飘逸啊，所以穿着都是表法，眼神灼烁有神啊，耳清目明，身若红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到啊？老和尚弘法60几年了、哦，老人家的音声真的越来越稳重啊，越这个浑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到，原来这个音声越修越殊胜了、哦，都是修来的、哦。那老人家的教学啊，让学问与生活密切结合啊。
我们的教学，哎，有没有啊？每一句经文啊，我们给亲戚朋友、给学生的引导，就是拉回他的生活。好，那这里提到啊，李炳老言教所至，身教先知的学功，人遇事代法高深。佛跟诸大菩萨的表演，对我们的修学都是最关键的指导，不能忽略哦。在佛那个时代，有在家佛啊，维摩诘居士哦。那请问，在我们现代，有没有像维摩诘居士这样的善知识在表法？有啊，雪功就是这样的表法，所以不能分别哦。就像出家人也不能瞧不起在家人了，这都是佛给我们重要的身教指导，跨越时空啊，三千年之后，这些指导都是最重要的。阿难尊者提醒我们啊，不能依赖哦。法华经里面有一位常不清菩萨，那个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哦。他看到每一个人，他给他顶礼啊，你有佛性啊，你都能成佛啊，常不清菩萨。这个指导我们不能轻慢任何人啊，哪怕他是社会最基层的劳动者，都要恭敬。我们做到没有啊？那就没有做到，就糟蹋了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配合啦。那我们糟蹋了，我们的福报就没了，折损掉了。不止常不清菩萨在佛那个时代表演给我们看的，寒山拾得都在哪工作啊？在厨房里面啊，人家不肯干的，他们都去干了，都在指导我们不能轻慢他人。道场里面很可能这些都是佛菩萨在那里表演的，我们还轻视人家，那这个罪业就造大了，你到时候到地狱去啊，不能怪任何人，佛菩萨每个朝代都来表演 给我们看了。我们在没学佛以前啊，这种瞧不起人啊，自己比较有钱呢，就高人一等了，地位比较高了，走路就有风了，这个都是轮回的习气呀，一定要打掉啊！那雪公告诫男女之间要利弊积嫌，以防非止乱。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呢。太有把握啊，而不守礼啊。往往啊，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看很多报道啊，这些有名的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人，甚至是弘法利生的人，一出问题啊，那个负面效应可非常非常大，要对得起跟大众的缘，对得起跟佛的缘，
对得起大众的信任的，李老，这个利弊积贤，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男女的互动非常多啊。啊，古人从小读古书的啊，在男女大房当中呢，都会出状况，更何况是我们。啊，我们客观来分析呀，我们更应该啊，利弊积贤才行了。好。今天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以两段影片呢跟大家来交流还有一点时间呢看看有没有哪位同修针对今天讲的内容你有什么触动甚至你有什么发愿我今天看完李老这两段纪录片我下了一个决心你讲出来让我们也随喜功德您这个一发心初发心菩萨都很难得的有人举手了有位师兄玉涛学长举手了阿弥陀佛，老师好。你好，哇，你的佛像放光我们沾你的光。阿弥陀佛，各位老师，各位学长，大家晚上好。刚才听了老师讲课以后，然后因为最近嘛，就是也发了一个心，就是一直就是发一个这样的心，但是始终就是落实起来吧，就是比较吃力。就比如说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物有定位还有食有定量这个饮食嘛包括就是说读无量寿经的时候在第二十五品然后学生就是就是比较有触动就是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狐疑然后就觉得有点紧张啊阿弥陀佛不好意思。然后就是想在这个饮食方面，在这个食欲方面，想下一个功夫。然后就是，比如说，不是一下子就是说全都戒掉，但是想也想就是说想少，把这个欲望先放一放。但是放下来吧，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今天上课以后，我就寻思从明天开始，哎呀，是真的得好好的去落实一下，就是。学生说完了，就这样吧。好，谢谢啊，随喜你的发愿啊。阿弥陀佛。修行啊，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说，非帝王将相所能为。要放下这些习气啊，不简单。孔子在《礼记》里面讲啊。饮食男女，这个吃东西啊，也是与生俱来的欲望啊。人之大欲存焉，所以对治啊，都有个过程，慢慢减少，放下。首先呢，谨防啊气馁。比方又有点控制不住了然后当天晚上就很灰心哎呀我今天又没忍住吃了然后睡觉又睡不好就是我们修行啊有一点就是太容易沮丧灰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惭愧之后要奋发下次改进就好不要惭愧沮丧
消沉，这样就不好。首先要避免呢这个习气起来。那再来啊，平常多念佛，因为我们知道啊，为什么会吃的多啊，消耗的多，平常妄念少啊，食欲慢慢就会减少。师长有说啊，90%的能量耗在哪里？妄念上。所以妄念越来越少，佛号越来越多，这个可能帮助我们对治每一个习气哦。这个叫从心上改。好，所以都有一个过程，生处熟，熟处生，所以也不要急，安住当下。去面对境界，去立誓练心，就对了。好，这个提供您呢做参考。好，阿弥陀佛。好像还有一位学长。法师，阿弥陀佛。最近接到不少学长的消息，都说我们轮椅现在改成2周1次，会1个月2次。感觉听到法师开示的时间太少了，请思彤来向法师祈请，希望增加课程，这样就有机会多多向法师聆听法训。所以呢，思彤带大家向法师祈请，希望能够给我们开讲。例如群书制药，因为最近您对批准我们印了这个群书制药400册，都已经送出去了，所以不少同修都在祈请，希望能够听到您给我们大众开讲。那么思彤代众祈请。好，谢谢刘老师啊。好，那我们这个随顺因缘因为这个师长老人家说啊，群书之要呢是观世音菩萨是救急的所以这一部书啊还是很重要。那我们从下个礼拜礼拜三跟礼拜五晚上呢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群书之要。那这个我们一周可以见几次面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阿弥陀佛。太感恩法师了。法师您讲的周三和周五的8点和9点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9点是吧？对对对对。好的好的，我们准备出海报。感恩法师。好像还有一位。对，还有两位学长。一位是周金根学长，还有一个是12345，能不能改一下您的名字，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啊。好，那还有一个迪宇学长。就三位学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就先这样，看看时间来不来得及那请周金根学长先说吧。
老师晚上好。你好。学生想请问一个，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父亲现在因为脑梗已经瘫痪，弟子也有引导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但是因为老人家都没有皈依嘛，学生就想问，一定要皈依吗？因为他现在讲话很困难，行动很困难，我们这边有的人是会请师父到家里面去皈依，那我的父亲这种情况是不太适合的，那去皈依也是没办法行动的，因为他现在半身不遂，都在床上，就请老师开示一下。好，一定要皈依吗？才能往生极乐吗？谢谢。好，阿弥陀佛。首先呢，在这个缘当中啊，我们说面对境界要清楚，这个缘主体啊是你的父亲啊，你是这个缘当中的配角真上缘，所以你父亲能不能接受啊，现在啊，比方说有法师来跟你爸爸说三皈，他能不能接受啊？他现在对于佛教，对于皈依，他的认知，他的接受度到哪？这个你都要判断的准确。大家有时候问我都是可以不可以，其实那个可以不可以你们不能问我，是你们要去判断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在现场，我们没有在现场，所以你要随时能体会到父亲现在的心情，他的接受度。那当然孝悌之志啊，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啊！你看《地藏经》这个法会啊，诸佛如来无量无边来参与，因为诸佛都是至孝的孝子，所以我们自心啊，为自己的父亲好，你念的佛号功德很大，你诵的经功德很大，给父亲啊回向，包含可以参加我们平台上每天有一部地藏经，三部无量寿经，你可以选择你的时间来参与，诚的感觉是我们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做功德回向给父亲，这个一定会有感应的。哪怕你的时间不能完全配合，有半个小时，有二十分钟，我一定上去一起参与因为主办单位会帮我们回向，这么多人诵经在帮自己的父亲回向，我们当然也要感恩能参加，能一起回向，那当然是最好我们不能对于别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都要很感恩，不然这样会折自己的福报那《地藏经》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修法帮助这个病重的人，怎么很快的消他的业障
以我们能够啊跟父亲啊多沟通啊，让他能以自己的财物去供养啊，去做功德，这个对他消业都很有帮助啊。这些经典其实都有给我们指导一些方法啊，包含身体的问题啊，跟无微不施有关。都可以去啊，放生，做功德。那当然，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能够啊，赶紧让他知道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哪怕放个动画片给他看。我们刚刚说啊，世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你诚心到了，很可能跟父亲对话当中，刚好提到哪件事啊，哪个老人怎么样啊，你就很自然顺势的就聊到这些话题了。真的都会很有灵感，都会加持。我自己有时候也有机会，去见到同修们的老人，我也没有刻意，但是都会感觉，在当下跟老人聊天真的都如有神助，佛菩萨加持，因为我们希望老人都有传统文化的熏习，老人呢，我们的老人呢，真的都为家庭、为社会做出奉献，都很守本分，他们都是很难得的机缘，他们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他们都有。所以真的，我们后面这个因缘能铺垫好，他们肯念佛，那了脱生死、当生成就的机缘都是非常高啊。那要赢得老人的信任，很重要的，我们要敦伦敬分，我们要把老和尚教的落实在孝顺父母上，落实在家庭的敦伦敬分上，让父亲、让家里的人觉得，哇，我这个女儿学了佛之后改变很大，那个信任就增加，那种信任就会直接影响到她对佛法的信任，对传统文化的信任。这些我们都要能够在因缘当中自己心里要很明白哪些要补的地方啊，赶快去下功夫。好，谢谢周学长。那个再补充一下，老和尚有提过，当你的父亲，他是很愿意，要皈依三宝的时候，甚至于是在佛像前都可以皈依三宝，老和尚曾经，这么指导过我们。那好像没有看哪一部佛经说要接受三皈仪式之后，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没看过这一条，你也不要瞎操心，往不往生呢是看临终那一念，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张善和一生都杀牛，临终地狱像现前，吓得死去活来尖叫，刚好过去生因缘福报好，一个出家人走过去的听到了，赶紧进他们家来安慰他，然后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他就念了十声，他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净土圣贤录里有。我请问大家，这个出家人有没有说来我先给你受三皈
那个情况紧急啊。啊，直接赶紧啊，他那个已经临终现前了，就直接叫他念佛。佛菩萨同体大悲啊，没有开什么条件啊，愿意去他就接了啦。哦，当然了，受三归啊，啊，因缘有的受三归是让他升起啊，对三宝的恭敬啊，这样三宝好摄受他。当然三归啊，也是要明白自己有自性的觉正境啊，也要皈依自性觉正境。好，谢谢。谢谢，感恩。还有刚才那个高延明啊，学长，最后一位啊，那个，谢谢。尊敬的陈德法师，您好。您好。墨学呢，就是从您讲《弟子规》开始，就一直在听您的讲课。很久就没有听到您的讲课了。今天听到以后啊，就感觉句句呢，就直接就指向自己墨学的内心了，特别受益。就像有一种触电感一样。真的是觉得加持力非常大，特别特别的赞叹法师，希望您能够多为大众开示，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佛法，都在您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受益。所以首先呢，我要对承德法师表示无上的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后面呢，我想非常抱歉啊，我有三个问题想向法师请教一下。有两个是教育孩子的，有一个呢是跟佛法修学有关。就是教育孩子，我目前就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孩子呢上初一，他功课比较多，每天晚上做作业要做到十一二点，然后第二天早晨又要七点起床，那么睡眠时间就是七个多小时吧。我以前听老和尚讲《华严经》的时候讲过，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每天就是休息四个小时就够了，就是二时休息。他那么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目前的状况，我们就是想是按照让他休息四个是睡眠时间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按照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讲，还是说就是因为弟子规里面也是说朝起早夜眠迟，并没有说让孩子要睡得足够他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所以墨学就很疑惑了，就是我们是为什么我们的古圣先贤都没有讲过孩子睡眠的这个问题，到了现代科学哈，就是现代教育学当中就说了，说孩子要保证八到十个小时的睡眠。墨学想请承德法师能不能就这个问题为大众做一个开示，可能有很多家长也是像墨学一样的有这样的困惑，如果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教法，是不是就是让孩子就熬夜学习吧，学到只要尽量不超过十二点，然后睡眠时间尽量压缩，然后这样保证他在学习上能有进步呢？感恩承德法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对。你先把问题讲完。我。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用手机，有时会玩到，因为现在呢，因为有疫情，很多孩子上网课，上网课家长在盯得不紧的时候，孩子就会拿上那个平板电脑，或者看看新闻，或者下载个游戏在那玩，就会影响孩子的学习。那么现代教育孩子的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说家长和孩子呢可以一起面对这个手机游戏，带着孩子玩，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并没有多大意思。那么墨学的体会呢，就是我们《论语》当中孔老夫子讲过，就是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那么不善的东西我们就当下就要离得它远远的，就像不能有一丝的接近，否则的话对这个孩子这个影响非常不好。那么就像手机游戏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不善，让孩子就像就是永远都不要接近他，是不是最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净土修学的一个问题。那么偶益大师在莲池啊，就是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往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物。那么所以刚才那位学长也在提问，就是说能否往生也好，或者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咱们啊，就是杀牛人一生作恶，但临终有很好的缘，把他千世善根唤醒了，他一下子信愿也提起来了，也就往生了。那么我们到底往生是靠信愿，还是那个，因为之前也听了很多老和尚的讲经，然后很多大德开始说咱们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才往生才有把握。那么功夫成片呢，就是二六时中这一句佛号不能断，心里面一直想的只有阿弥陀佛，哎，只有净土，只有极乐世界，就容易往生。莫邪在想，是不是中间二者有这么一个融会贯通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的信愿，因为你这个信愿往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呢，他这个信愿并不是讲泛泛的信愿，而是真信切愿。那么这个真信切愿就是说要求你的信愿必须达到100分。那么100分我默许理解呢，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无量寿经第十就是十八愿啊，阿弥陀佛十八愿当中的讲到的至心信要这四个字，就是如果你达到至心信要了，你就有真信切愿了。你还没到至心信要，那你这个信愿都还是有问题，你心里面还常常想着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人很多事儿，其实你一天下来并没有多少念头在想极乐世界，这个信愿就是不够格的。那么当你真正达到至心信要之后，其实自然而然你就也就是功夫成片的程度了，是不是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融会贯通起来去理解？感恩陈德法师，感恩你。谢谢高学长提问。那当然也感谢大家信任让承德这19年来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高学长刚刚说听课感觉很有受用，因为我们李老在加持，老和尚在加持。佛菩萨呢都在加持，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相。我们这个信愿行呢，信当中呢有信他，信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信我们所依止的师父上人、李炳南老师。刚刚第一个问题提到孩子睡眠的问题，那这个是属于中医专业我们好像礼拜五有开一个课老老恒言这个我们可以提醒一下，礼拜五请我们王川大夫给大家回答一下我也谈谈个人的浅见佛门讲法无定法，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大家呢，以后不要问我的问题都是让我讲一个具体的数字，到时候我讲了之后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你看我们的学习有没有一种习惯，都是要很具体的答案。我们学习有没有养成习惯呢？什么时候都在找标准答案然后死记硬背。
这个跟法无定法这个习惯刚好啊，不够相应了。有一句心法我们要体会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所以你每个义理啊，要用什么心来纳受呢？忠恕存心。比方说这个睡眠的问题，忠严以律己，恕宽以待人。哎，我自己啊，尽量不要睡太长，但是我能体恤啊亲戚朋友，稍微睡长一点。这个忠恕存心很重要哦。啊，我自己想睡到什么时候才醒啊，我就这么睡啊。孩子赶快起来了，不能再睡了。哦，那他铁定不服的。再来还有一种，严以律己，严以律人，这样还是不能让人如沐春风。哦，所以这个忠恕存心啊，对我们修行的人太重要了。我们会搞得跟我们敬的人很有压力啊，是我们忠恕啊用反了，严以律人多，宽以待己了。真的有忠恕之道啊，不止不会给人家压力，哎，人家会感觉，哎，我们很给人家温暖，像春风一样。好，那再来，佛陀那个时候睡四个小时啊，那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功力啊。他那时候心那么清净，他们能吃一餐，可能我们现在人这个不能学相的啊。啊，得要很客观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哦，而且尤其啊，在长身体的时候啊，睡眠非常重要，那是大补哦。啊，11点跟3点之间呢，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睡眠时间。啊，所以最好是11点以前要让他睡觉，因为那是讲走到肝，走到胆经。11点到1点，1点到3点是肝经。你这段时间没有睡啊，你后面要补啊，不好补。所以我们现在看着孩子用他的健康在换分数啊，我们看了心痛。我请教大家，哪一个成功的人，他说我今天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我哪一次连哪一次段考多了10分。大家曾经听过吗？既然这一些都跟成功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这么在乎呢？我看很多成功的人都说，我今天成功就是因为我妈妈小时候教我那些做人做事。人生的轻重缓急要拿捏好，孩子的健康影响他一生的学业、事业、家业，这个要护好啊。孩子最重要的不是分数高低，而是你陪伴他建立非常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让他在学习当中不要是得失心，而是一种每一次学习能够反省自己。哎，我这一次这个结果原因出在哪，形成一种懂得为自己的事负责任，也懂得反省的态度。佛门啊，特别怕什么？一直成病。你一执着哪一个重点，你其他的考虑不到了。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
啊，有一个小偷偷金子啊，啊，结果啊，光天化日之下还被他偷到金子，一把被人家抓到了，啊，逮到县太爷那里去，县太爷很纳闷。这么大户人家，你光天化日你敢偷金子啊？他说有吗？有人吗？我只看到金子了。我们很容易在面对孩子啊，我很希望他一定现在要给我做到哪一句金句的时候，你就顾及不到其他的面。哦，这个一直成病了，千万千万了，要在事情当中自我关照。哦，就好像一个女子，她很执着，我现在要赚多一点，你就看不到她其他的优点。其实她其他的优点比其他的男人可能好很多，可是我们一执着了，就是这种情况了，这样会很伤到我们的至亲啊。人一执着啊，就不是用真心了，一定会伤到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执着了，柔和直指啊，和言爱语啊，啊，中恕之道呢，又是严以律己啊。这个威仪助持有则德，身教先为先。就像今天我们跟李老学到的，他是啊，言教所致啊，身教先知。最近呢，一直在跟大家共勉，我们现在不是嘴巴讲着经典，而是从我们的行为体现出经典。人人弘道啊！我们今天有没有从我们的言语跟孩子的互动，首先让他感觉父亲随时设身处地替他想？这叫人人弘道。我们当然要首先在家庭里弘道啊！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啊！所以这个忠恕存心不可须臾离也，忠恕为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怨，亦勿施于人。忠恕为道不远，就是我们用忠恕存心啊，我们就慢慢恢复真心了，道就是真心了。而且啊，一个人为什么休息很久缓不过来，跟他身心压力负担太大，这个都是关联的哦。假如他身心很轻松，他吃跟睡相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啊，我们要体恤啊，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啊，无形的压力很大，哦，那种分数啊，比来比去啊，像陈德啊，从来没有因为成绩啊感觉到压力，是因为父母引起的，往往是因为自己得失心在动啊，自己给自己压力。你对孩子越体恤，他越理解你的苦心，这个是感应啊。所以我们学习从不用父母提醒的，因为感觉父母很爱我们，少让他们担心，而且父母的读书习惯非常好，都是我们的榜样。好，哦，啊，那再来啊，手机的问题，这个见不善如探汤啊，
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至于孩子他现在的心境还体会不到这种，那我们得要顺势而为来教导他。随缘就是顺势而为，随缘妙用。你今天得要客观看看呢、啊。你今天把他手机收了，那现在好多学习是不是要用手机啊？就是我们建议也得很客观，可不可操作啊？它的操作性啊，比方说，您假如收的这一些，他的学习也没问题吗？他学习还挺好的。就是说他是不是也要需要用手机来办一些学校啊这些事情，就是他需要用平板电脑来上网课，现在有疫情吗？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予他的教导也要切合现在实际的状况、哦、那不然他都不能用了，那他这件事可能就不好办了。我有时候看到他玩游戏就会给他打两下手心、哦、这样惩罚一下哦。哦，这个因为我不了解你孩子的性情、哦啊、这个教育是要因材施教、啊、你觉得打了之后呢对他有帮助、啊、那这个我也没意见、啊、但是你要知其心，你现在这个方式是不是让他更警惕自己不要犯这些错，还是打到最后呢他会躲着你不让你看到？其实说实在的、哦、我们有没有去想过孩子为什么打电动玩具？我们会在向上要求他，不容易去体恤他。哎，我们这种要求的惯性比较强，体恤的心比较不够。哎，我们都当过学生呢。请问大家，你读书的过程快不快乐啊？哦，我觉得挺苦闷的呢。为什么？通通是为了考试，考完了之后又要重新再来准备下一次考试，哦，然后挤呀、啊、挤呀、啊、挤一堆东西，挤得真想去大吃一顿，啊，真想去大玩一下，苦闷嘛，苦闷没有办法排解，怎么办呢？转移注意力，暂时不苦闷。什么东西最能转移？就是你一接触那个东西就陷进去了，那个最容易转移的。就是说我不是鼓励小朋友去打电动玩具，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先理解他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哦，怎么样陪着孩子减轻压力？啊，来，孩子，我们去散散步。哎，看看绿色的东西。哦，经营家庭的气氛，让他身心放松啊，对他的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其实说实在的，一个孩子面对学习，身心放松，更有平常心啊，他听课的吸收成绩不会太差。哦，就这些点提供大家做参考。啊，那最后呢，这个真信切愿，功夫成片，自心信要。自心信要跟真信切愿相应，就是那样的一个归心似箭，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的自心性要，也是真性切愿。至于功夫成片呢，那个是要下老实念的功夫的。但是呢，大家念的时候不要求，我要赶快功夫成片，我要赶快功夫成片，那你就功夫成片不了。因为你的心太急了，反而不相应了。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说，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只要这样老实念，每天都有定课，念个20分钟、30分钟，看自己的工作情况，持续下去，水到渠成，每天下功夫啊，滴水穿石，慢慢功夫都会提升。但阿弥陀佛没有说啊，功夫成片我才来接。善知识们开解呀，是希望我们的目标不要定太低。你只要功夫成片了，你当下就已经决定往生了。你有功夫了，做得了主了，是让我们往这个目标去努力。讲这一段话不是来吓我们的啊！哎呀，我没有功夫成片了，今天无常来了，我往生不了了，你自己吓自己了。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缘。要相信阿弥陀佛同体大悲啊，十方诸佛同体大悲啊，我们一念佛都在加持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啊，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所以诸佛如来都在加持我们，我们体会到了，有一秒钟啊，就多念一句佛号。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你看黄老这个话多柔软，多慈悲啊！但是啊，希望我们把念佛当第一。一个人只要把念佛当第一了，其他的东西就拉不过他了。这件事最重要，强者先谦。而且只要有真性切愿的心，哪怕自己功夫还没到成片呢，一定感应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阿弥陀经是告诉我们，这个令心不乱，是临命终时慎重现前，慈悲加佑。佛会放一个很特殊的三昧光，加持要往生的人。这个在大经解、大经科注，大家可以去查。是，所以为什么明明鸠摩罗什大师已经翻过的阿弥陀经，玄奘大师还要特别再翻啊？大部分呢，鸠摩罗什翻的经典玄奘大师没有再翻，特殊的其中这一部阿弥陀经啊，因为鸠摩罗什大师是一心不乱，玄奘大师说
令心不乱。一个是意义，一个是呢从经文直译过来，它直译的意思是令心不乱。可是佛一放啊，你的心就不散乱了。其实大家去感受感受啊，比方说我们呢、啊，我们一到香港啊，坐在老和尚旁边呢、啊，没有妄念的啦。那老和尚那个慈悲的那个磁场啊，就摄受我们了。对呀、啊，那同理可证啊，当你看到佛了、啊，他还放光照你，你不会胡思乱想的。哦，那马上就令心不乱了。哦，好，好，以上这些三个题目啊，这些角度啊，提供你做参考啊，谢谢，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感恩法师受益匪浅，感恩法师。阿弥陀佛啊！谢谢学长提问，非常感恩那个陈老师给予那个慈悲开示啊。那个不好意思，对，抱歉，我最后再补一下啊，就是你提到那个孩子玩电动玩具啊，其实这个没有定法啊、哦，没有定法啊、哦。你说陪他玩一下啊、哦，这个也不是说。不对，但是啊，就是你看你的孩子的状况去用方法，就是你要顺势而为，让他是自己去感受到，而不是你灌给他的道理。就是让他明白、哦、诶你、哦、比方说他玩了玩完了、哦、然后我们顺着这种机缘、哎、给他一些交流，让他自己也感觉哎，好像没解决什么问题、啊、甚至于孩子假如、哎、慢慢对自己身心有比较关心了、啊，把那些东西啊会让他的身心很紧绷，反而是就是这个对学习啊不是很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打那些太刺激了、哦、一下还不容易入睡、哦、所以你就是循循善用，顺势而为，去跟他探讨。因为一般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只是给他强压讲道理了。这样的孩子你就要比较慢慢像跟他沟通这样的方式了。我不知道你孩子几岁啊，您自己要判断这个情况。孩子十二岁，孩子十二岁，现在十二岁，我看也都挺高的了。哎，对，要看你实际孩子的情况哈。假如他已经有独立思考了，这个时候不能用强压的，得要因材施教，应他的机。好，谢谢，谢谢陈德法师，莫邪受益匪浅，真的特别特别受益，感恩法师。好，再见。哎，好，感恩法师慈悲授课。非常感谢。刚才也有三位那个学长举手，但他们现在不停，就是说不举手了，说是要非常体谅师父非常辛苦啊。那么下次上课的时候有提问的话啊、再学长们再提问，非常感谢。抱歉，我的时间掌控的不太好，有点拖堂了，辛苦那个，辛苦法师，辛苦各位学长。不好意思。